哎，还掉出来了，还行。再扔一个，啊，这倒计时表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鲤鱼。今天我们依旧一个视频，两款游戏。第一款游戏非常的奇怪，我们要控制这个骷髅，把它摆成一个特定的形状，能通过前面的这个东西。可能你之前看过一些综艺节目，会有这样的桥段。我们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啊，能够通过前面的洞洞。第一关的话还是挺简单，哎，那我直接趴下不就好了吗？不，我直接躺下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开始。哦，它只会算你身体前半截的量。我们把手并上，这个手是一定要并上的。哎，身体的话往前倾好吗？往前倾一些，对吧？哎，它怎么旋转了？开始。哎，这一次的话，你看，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身体都在这个黑线的前面。哇，92%，它之后应该会越来越难。哎，这个应该是得躺下了吧？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们身体前倾一些。等一下，把这个脚的形状给它弄成这个样，让它直接倒下去可以吗？我觉得不太可能。直接这个样子呢？哎，我觉得这个可以。哇，应该是93%，我估计的。100%，哇，这个第三关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还是那个样子，但是我们这个幅度应该再高一点，所以说我们这个脚啊，应该再往后延一点。开始。哎，我怎么消失了呢？哎，为什么消失了？这游戏 bug 吧？人在逗我，怎么突然消失了？哎，为什么？是我放置的东西触发到这个游戏的 bug 了吗？这个样子呢？为什么消失啊？重开了一下游戏，希望它这次能恢复正常。我的天呐！啊，它这次没有消失，但是我的身体散架了。哎，后面的部分都推过去了。等一下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呢，关节给它合上，直接。哎，我听到骨折的声音，但是很好。哎，腿别往后稍。完了。哎，可以，60%也算是勉强过关。哇，这玩意该咋弄啊？这都已经变成个圆圈了。我们通过下面那个东西的撞击，让我们进入这个圆圈里面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哎，但是我们提前倒了，这个不行，看看是不是按几率的，不行，我们这个弧度有点太大了，再往后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再往后一点。哎，这个样子感觉很容，这怎么还往后退了呢？身体往前摆，往前摆，往前摆，好，完美。哎，别往后上。就差一点呢，就差1%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它是不是按几率的？哇，那个脚太恶心了。好，过了，这次过了，为什么？它这是有一定几率会出现一些偏差吗？哦，这关感觉会简单一点，但是我们的位置改变不了啊，这其实也很难。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扭曲到像个压缩饼干一样嘛。哇，这个就很难。把我的手需要合并一些，对吧？哇，我感觉我的身体都要碎掉了。哦，哇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哇，我都快成一个饼干了。哎，直接全都散架了。我就留了身体的上半部分，能过这关吗？要达到至少达到60%。哎，可以，太棒了。哇，这是什么鬼啊？我要摆成什么形状啊？这前面像花朵一样。这个样子行吗？随便试一下呗。哎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好，我觉得游戏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身体的重心呢，稍微的改变一下，身体应该再弯一点，他的身体应该这样弯曲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弯曲，好，过去。这个脚啊，真的是好烦，但是你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去调这个脚，因为你一旦调这个脚，它重心就成脑血栓了，这就摆成一个跟它形状类似的呢，可以过去吗？哎，这腿根本就支撑不了我的体重啊，过去。对，哎，炸掉的一瞬间呢，我能通过那个缝隙，这个腿干脆也折掉算了。我已经把我这个身子拧成一个团子了，哇，这怎么过嘛？感觉就是靠几率的。哎，我的头也没过去，我这下一关也是异常的恶心，这么细怎么过去啊？
哎，这咋玩啊？这就是要让自己身体全都碎掉过去吗？这明显是。哎，就投过去了。今天的第二款游戏呢是快递员，我在这个游戏里呢应该能体验到当快递员是一种什么感觉。标题画面这箱子是无限往下落的吗？我说话的这功夫怎么落下这么多？哇，那车里面都往外撇这快递箱的吗？天降快递，开始教程。哦，我可以移动，哦，可以点这快递，然后扔进车里面啊。我们现在是在装车是吗？哇，你这有毒吧？它这箱子会在里面弹出来。啊，幸亏那个箱子挡了一下，我就知道这个游戏它不可能是太正常的，放进里面。哎，别出来！哎，别出来！哦，我有30秒的时间把它扔进去没？那我现在是需要上车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哎，他把车门关上了，他说现在让我们去。哦，我现在是实习对吗？哦，这就是我的快递车，这给我配的专车吗？我现在要进去没？怎么进？哦，直接就走进去，我可以下车没？我也是可以下车的。哎，哎，这车走了。哦，我要拿着快递箱，然后呢，扔这个，哎，没扔进去。哦，我要扔进那个窗户是吗？等一下，我要扔进这个，哇，直接砸窗扔进去的，这会给我差评的吧？等一下，我下车去捡一下这个快递啊，这个快递漏了，哎。哦，不能中途下车。哎，我这快递掉下去了。哇，我这是什么准度啊？扔，只能说它这个太不符合物理了吧，直接几乎是直线的。哎，这墙为啥也碎了呀？哦，听到滴滴的声音，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分数达成了，是呗？哦，然后，哎，这车不停的。这游戏实战的时候车不是停的，这扔个屁！哦，我还真扔进去了！哇，今天为什么要来玩这些虐人的游戏？哇，我直接没有砸进那个白的，但是砸那白的应该是给的分高。对于我这种高分要求者，一定要进入那个窗子里面。哇，太酷了！呜，这太酷了！暴力扔快递，这个客户会给我差评的吧？哎，我可以下车吗？哎，车等等我。哎，车跑了还行，司机呢？哎，什么玩意儿？哦，现在就实战了吗？27秒的时间把这些箱子扔进去吗？哎，我扔一个，它弹出来一个。哎，我可以按住 Shift 奔跑的是吧？哇，这个，你这个游戏有毒啊！还有15秒，哇，我最多能装几个箱子呢？哇，这最好一开始箱子越多越好啊！这个样子我如果扔的不准的话，我有很多机会，要不然我连箱子一点机会都不扔啊！气死我了！现在我们开始了，这是我第一天上班是吧？这怎么是夜班呢？上车，哎，司机呢？妈的，我想骂骂他，司机没在这儿，好吧。这次我们要好好合作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拿这个东西，准备投掷。哎，这东西怎么？哦，这挡板是防止我快递掉出去吗？太人性化了。欧耶，150分！哎，完了完了，这个没扔到，没扔到！哎呀，哎进去了，150分！呜嚓，好，150分！这边哇，太厉害了，哇，我太厉害了！为什么玩这游戏突然间这么牛？完了，错过一个，这个很简单，biu，150分！完了完了，我就剩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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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要找一个好扔一点的，这个好扔，这个好扔，这个好扔，完事儿了。我可以，哎呀，我这可以调节上下的，我现在可以下车了，还是怎么扔？哎，这司机又不等我，我又自己下来了。星期二，what？哦，这又是一天繁忙的工作嘛。哇，那我可是真厉害，这是什么快递公司？能不能把你的车皮弄上一点胶水呀？我这拿一个快递，它就掉出来一个呀，这怎么玩啊？我的天呐！哎，还掉出来了，还行。再扔一个，啊，这倒计时表。我能不能不是夜班啊？又是夜班。哎，我能自己擅自下去吗？现在？哎，不行，它已经升起来了。我，哎哎，我那个不小心扔出去了，完了，完了完了，那个快递谁捡到就捡去呗，我这一个也扔不准，后面都可以开的。哇，我不要这快递，我不干了，我，哦，它还会反弹，它不让我往这边扔。完了，完了，这次丢件了，丢件了，公司还有顾客，他们会给我终极大差评，这些钱都要我自己赔的，完了。
完了我跳车自杀呗，这地方还不让我跳，我跳车自杀了，我还死不了。星期三我已经坚持不住了，老板，我想要辞职，一年的班来补回来，我觉得我已经身在地狱了，这该怎么办？哇，这他们买的都是什么东西啊，都是基本一个大小的，非常的沉。好，扔这，哎，又是夜班，我多辛苦，又是夜班。哦，我还可以自己把门关上是吗？哦，我的妈呀，那我可能是疯了，怎么又掉出去快递了？啊，把这个东西抬起来吧，这个东西很有用。好，扔进去一个，砸窗一个。哇，这个游戏请勿模仿，真的是太扯淡了。这么扔快递会让人打的好吗？但是也追不上，他是在车里面。这个扔快递的速度真是快，不应该附赠一点玻璃吗？用这个快递的话，不应该有点玻璃保险吗？我们要完成一周的时间是吗？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，老板，我要去看看这个车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。这么好看的大自然环境，我不去欣赏欣赏，我非在你那里面给你装快递车？你想太多了，我一个快递我都不装了，我空车上阵，我要跟老板死磕到底，我要自由，我要生活，我要美好的大自然，呼吸自然的气息，在这里尿泼尿，哇，好刺激！来，空车上阵，司机，哎 ，what？ 我是被辞职了吗？哇，我什么都没装，我就被辞职了吗？我不清楚。好吧，那我今天这两款游戏就玩到这里了，都非常的蛋疼。我为什么没事总是要玩一些这种游戏来折磨自己呢？如果喜欢这视频的话呢，可以在视频下方点个赞，并且呢砰狠狠的戳一下关注的按钮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，收藏转发分享投个硬币。我是鲤鱼，下期视频我还会遇见你，记住每天保持微笑，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